大家好，我们养兰花肯定是想让兰花能够越养越壮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出你的兰花是否长得特别的健壮，后期是否需要给它加强水肥的管理？其实我们只需要看两个部位就可以了。首先我们看的第一个部位呢，就是新株的叶片。那么我们这新株的前提的话呢，就是它要比较健壮，已经长成一株新苗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叶片，新株的叶片和老株的叶片，我们来对比会发现，新株的叶片呢相对是比较宽的，而老株的叶片是比较窄的。那就说明呢，你的这一盆兰花的话，它这个时候呢，这个植株长是特别的健壮，新株呢长得是特别的旺盛。那么第二个部位呢，就是看这个新株的炉头。如果你的新株的炉头啊长得特别的圆润饱满，那么就是说明它这个时候长得是特别的健壮，特别旺盛的，后期它的发芽率和开花呢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保证。那么我们看叶片和炉头就能够轻松判断出你的这个植株是否长得特别的旺盛。如果长得特别的旺盛的话，我们呢后期只要正常的管理就可以了。如果长得不够旺盛，它叶片的宽度和炉头的话呢都没有达到要求，那么我们后期就要加强水肥的管理。用肥的话呢，最好是用一些兰科专用的植料，比如这种兰科专用的有机养液，或者是用一些花多多系列的这种水溶肥来给它进行这个施肥，然后给它全方面的补充养分，来促进你的这个植株的生长，后期它才能够越长越旺。所以呢，你的兰花长得旺不旺、壮不壮、要不要给它加强水肥管理，主要就是看这两个部位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见。